真好，小绿。妈，一会儿你多吃点。真的。快过就熟了，过一会儿。嗯。这擀的时候瞅少，这还出去。你那面条就出去完事了。那我得半盆。大孙子好不好？小绿啊。嗯。哎呀，真长啊！再让你拌拌。拌点酱。咱们酱缸这咸的不好啊。嗯呐，就剩这一根儿了。嗯呐，这虾黄得腌好个月了。嗯。没底了，这虾黄。大孙子，慢点吃。嗯。这卤咋样？挺香香的。妈，我还想吃。还要再给你盛。嗯。这面条挺下货呀。真的。够不够？够了。妈，我可长时间没吃咸黄瓜卤的了。那你多吃点儿，是馋了。嗯。你早先还有搁鲜瓜条整的那卤子呢。嗯。你觉得吗？觉得。跟那个瓜，那小瓜菜，给它整个腌上。也是腌上，搁酱里啊。嗯。吃过一两回，小时候给我奶家。你吃卤子吃挺好吗？嗯。就不能搁酱了，再搁酱得咸。嗯，咸黄瓜吗？不搁酱。嗯。阿孙，看我这个。这面条我大儿子最爱呀。今天不一样是吧？蔬菜面条，嗯，菠菜面条。我给你盛一碗吗？要不要呀？要。妈。妈，我来能吃劲儿的。吃三碗。嗯。这大份。别吃汤桌。嗯。嗯。吃完活动了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哥干啥呀？别在这，连吃带喝呢。